比较快啊，是可以开快吧？这个就不会加，这个就不会说要一直踩着油门。啊，这么慢还可以撞车？你应该没有驾照哎。啊，这个危险驾驶。他们怎么？他们都急转弯呢？他们的转弯是那种呜呜呜，什么鬼？驾照都没驾照了吗？什么鬼？他们都急转弯呢？这个是不用上课。这个不用带速度过弯啊，因为他踩下去马上就速度就有了。真的哇，他加速很快啊。对啊，所以他控制不好，一下加速一下。对啊，你看他一下冲一下停，太好笑了。笑飞。